赞美你，瞻仰你的荣美。耶和华，我必靠着你力量的福，我虽经过流泪谷，你是他为全人之地甘满秋雨之姐妹，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别来无恙吧，愿平安临到大家。我们今天的敬拜现在开始。宣召，今天经文我选了诗篇第113篇1节到第6节，请大家与我一起来念。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我们的救主，圣洁公义的主，配得荣耀尊贵赞美，我们要尽情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唱尽情的敬拜。
让我的心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在家中敬拜仰望赞美你，我们深深知道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软弱不配在你面前无可躲藏，呼求你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见到你的荣光，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窍，求主耶稣卸下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与忧虑。主啊，因为你对我们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要使我们得安息，求圣灵怜悯，愿主医治安慰坚固并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在遭遇这一切的时候，上帝你是知道的，你必带领我们走过这死荫的幽谷，领我们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溪水边。现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这冠状病毒始终困扰和影响着世界和我们日常作息，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愿领导团有智慧引领大家走出这阴霾。主啊，你始终不渝的爱不会让我们盼望无助，使我们知道你的爱浇灌全地，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愿赞美的歌声所分享的信息都蒙主悦纳，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要颂颂大慈爱，口舌又说不尽，但愿
浇灌我们，也显示了他是宝藏。愿大家一起和我来朗读《生命圣诗经文选读》第62段：神是宝藏。神是我坚固的宝藏，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真杖，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翼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因为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永远不离开我们。让我们一起唱《此生爱你不渝》。Oh, no.
现在是聆听主道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林夫田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不用怕，只要信。经文取自马可福音5:21-43，有请林夫田牧师。耶稣又坐船渡到对岸，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身边，他正在海边。有一个会堂主管名叫耶鲁也来了，一见到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为她按手，使她痊愈，可以活下去。耶稣就和他同去。有一大群人跟随他，拥挤着他。有一个女人患了经血不止的病有12年，在好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反而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夹在众人中间，从后面来摸耶稣的衣裳，因她想，我只摸到她的衣裳就会痊愈。于是他的流血立刻止住，他觉得身上的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着你，还说谁摸我的？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驾老师呢？耶稣不理会他们所说的话，就对会堂主管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他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着他。他们来到会堂主管的家里，耶稣看到一片吵闹，并有人大声哭泣哀嚎，就进到里面对他们说，为什么大吵大哭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嘲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女孩，我吩咐你起来。那女孩子立刻起来走动，她已经12岁了。他们就非常惊奇，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不要怕，只要信。人惧怕的心理是与生俱来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必别人来教我们，自然而然的人会对某一些事情、某一些东西产生恐惧感。如果我叫大家用一张纸写下你们怕的事情或者东西，我想那肯定是很有趣的。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怕生病、怕死、怕鬼，有的人却是怕蟑螂、怕壁虎、怕坐船，不是怕晕船，而是害怕船会沉，怕坐飞机，因为害怕飞机从天空掉下来。而有的人对某些数字敏感，觉得不吉利也害怕，比方说4号、14号这些字、这些数目，所以很多的这些事情跟东西都能够造成一个人害怕的心理。
今天这个传遍世界各国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我们的身边一年了，人们对这个病毒更是感到害怕，不只是怕受感染，听到要做检测也是害怕的。人害怕的程度有时候连身边的人也不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对一只蟑螂产生极度的恐惧感，甚至是大声喊叫，而另外一个人可以无动于衷，外人是很难体会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去叫别人胆小鬼。今天早上的经文，主耶稣叫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要怕，只要信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5:21-43。这段经文讲两个人，一个是管会堂的雅鲁，为了自己的女儿的病，和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不约而同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的一个记载。这两段的故事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马太和路加都有记载，只不过在记载的详尽度上有所不同。首先，马可把血漏妇人求医治的这个记载夹在耶稣医治雅鲁女儿的这个故事的当中。圣经的记载了耶稣坐船从这边渡到那边去，有很多的人都挤到他那里去聚集。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名叫雅鲁，来到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再三的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很多的人就跟着拥挤他们，跟在后面看热闹。这个时候，经文开始引进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这个女人。她看了很多的医生，受了很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得好，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这个女人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赶上来，夹在人群的中间，想要摸耶稣的衣裳，因为她认为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就必痊愈了。果然，她血漏的源头就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病好了。在这个时候，耶稣顿时之间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这么多人在拥挤你，会有谁摸你呢？于是耶稣向周围观看，想要看看做这件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就恐惧战惊，就是害怕，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话说两头，当耶稣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原本是要和那个管会堂的雅鲁去他的家
医治他女儿的病的。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到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当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还有人在那边大声的哭泣哀嚎，进到屋子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站起来，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这个时候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情，又吩咐他们给他东西吃。弟兄姐妹，人为什么会害怕？那是因为很多未来的事情都不在我们掌握当中，所以心里没有平安。心里没有平安，就会使我们引起恐慌，没有安全感，而且总觉得很不踏实。同时心中的不安也是因为人很有限，我们能够掌握的事情非常的少。试问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的呢？弟兄姐妹，太多的事情在有限的生活和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掌握我们的未来。所以人一想到这些事情，就会感觉到不平安，就会忧虑。有很多人遇到一些事情，无论事情的大小，他们都可以让这些事情使到他忧虑而成了失眠。因此有人就干脆的会去这么想说，哎，算了，看开一点了，啊，想那么多有什么用，有的吃就吃吧，有的喝就喝了。一个人如果采取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态度，人也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逃避现实的这个道路。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心中没有平安，没有依靠的时候，人对很多事情都显得很无助，没有把握，很无奈，所以也就为很多事情都感觉到害怕。在今早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两处经文是谈到信心的问题。一处是在34节，耶稣对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另一处是在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这里所说的信可以解释成为信心，或者是相信，或者是依靠。但是到底耶稣是要他们相信什么，信靠什么呢？或者说信心的正确对象到底是什么呢？从故事的内容来看，我们很容易的认为耶稣要患血肉病的这个妇人得到医治，而要雅鲁相信他的女儿的病同样能够得到医治。而事实上，圣经要我们知道的，
是我们信心正确的对象，是主耶稣，而且我们也要信靠耶稣。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这里是说到只要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就可以得救了。从此之后，耶稣也就是我们信心的正确对象，我们也就可以信靠他而不至于害怕，因为我们都有耶稣，我们可以凡事都依靠耶稣。从这段经文的记载，我们看见这两个人都是围着重病来找耶稣的。第一个人是为了他的女儿的病，第二个人是为了他自己。他们两个人当时都处在绝望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不知名的女人的遭遇实在是悲惨，她不但是在肉体上受痛苦，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又在许多医生的手里受苦。这种血漏病是一种妇科病，在犹太人看来是不洁的。我们可以从旧约利未记十五章里可以看到有关于这个病的一些记载，而且这个女人在物质上也明显的非常的缺乏，因为她花尽了一切所有的。如果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病能够被医治好那也罢了，可是圣经说她一点也不见得好，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他真的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到了完全绝望的地步。还好他听见耶稣的事，于是他就大胆地挤在人群当中，根据他过去所听到有关于耶稣大能的作为，所行过的神迹，他相信只要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他就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他知道耶稣是一位大能者，是他在绝望当中唯一的盼望，这也是他信心的源头。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困境中把耶稣看为是我们的盼望呢？还是我们已经碰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怕到什么都忘了呢？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其中有类似的经验吧。在大约二十多年前，我莫名其妙的患了一个很严重的肠胃细菌感染的病。那个时候我大概我四十多岁，每一餐吃饱马上就要进厕所拉肚子，这样一来身体就不能够吸收营养，整个人就瘦到连朋友都不认得我。当时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做了很多的检查，还是没有进展，人越来越瘦。经过了半年之后，在教会里头，在这半年里他们都不断地为我祷告。其中有一位同事，也就是我的上司，竟然介绍我去看妇科医生。我当时觉得很搞笑，起初还不大愿意去，后来觉得已经试过这么多医生了，不妨去试试吧。看了之后吃了他的药，我蒙上帝的怜悯，病情
慢慢的好转，经过了整年的时间，体重也开始回升了。在这个整个的患病的过程中，我每一天都向主祷告，他就是我信心的对象。最后我得了医治，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学业、工作、婚姻、健康，甚至是人际关系都有一些问题，好像那位血肉的妇人一样，走到一个穷途末路的时候，要知道耶稣是全能的神，他是我们在绝望中的盼望，他也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像那一位妇人一样，很迫切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不只是在耶稣如何行神迹来使到一个死了的女孩复活，以及一个病了12年的妇女得医治而已。其实整个的记载的重点，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而信的焦点是带着一种专一寻求的态度来寻求耶稣的帮助。好像雅鲁和这个妇人，他们都是情辞迫切的来到向主哀求的。这个有血肉病的女人拥有一个渴望得着医治的心智，而雅鲁也是要为了自己的女儿的病，很诚恳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地恳求他医治他的女儿。这种认真寻求的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早的教导不是要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上，而是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信靠耶稣的身上。无论那个结果怎么样，我们仍然持守着信靠耶稣。我们或许会问，如果没有看到神迹怎么办？如果上帝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成就我怎么办？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说我们祷告很久了，好像主都没有听到。在哥林多后书12:7-9的记载，使徒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他为了这个肉体上的软弱，他曾经3次的求过主，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但主耶稣都没有答应他，只是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相信保罗的祈求一定是又专注又迫切的，但是他却没有得到医治。保罗于是靠着主给他的这个莫大的恩典，把传福音和宣教的事工做得非常蒙神的喜悦。另外一个例子，大约是在20年前，我和我三一神学院的一位老师去了广州一趟，拜访了当地的神学院和一些教会。我们有一天就来到广州的一个教会，那一天不是主日，我看到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姐妹在扫地，我相信当时她有80多岁。她扫地的时候，身体弯得很低，和她谈起话来，才知道原来老人家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全身的关节和骨头天天的在痛。她告诉我，她向主求医治，求了很多年，
但是主似乎没有医治他。可是他并没有埋怨耶稣，他反而更信靠主。他说，主耶稣之所以不医治我，是因为要我更接近他和信靠他。弟兄姐妹，老人家懂得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知道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在主的手里。虽然他知道他的关节炎的病情没有好转，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继续信靠主的信心。还记得主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的记载吗？当时多马不在场，等到他回来之后，门徒告诉多马说，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了。可是多马却不信，还说，我非看见他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又用手指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最后主耶稣向多马显现了，多马才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姐妹，有许多人看见神迹信了耶稣，可是也有些看见了神迹，甚至是亲身经历了神的医治的，可以一样不信。而那些连神迹都没看见过的，却信了耶稣，主说这些人是有福的。让我们认识到，不要聚焦在神迹上，而是要把焦点放在信靠耶稣的身上。那么至于那些得了医治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祷告蒙了主的垂听的，我们又该如何的来回应主呢？我们有没有更信靠他呢？我们有没有更热心更积极的去向别人讲述我们的见证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否面临一些困境？我们或我们的家人亲友是否是身体软弱，需要主的医治？我们是否对着前面的道路又充满了未知数，而且感到彷徨和害怕呢？又或者我们是否围着家里的人的事感到不知所措？我想今天主耶稣给我们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信什么？信耶稣是主，信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信我们的主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信我们的主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正确的信靠对象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我们最正确最可靠的信心对象呢？因为耶稣不但是全能的神，是我们在绝望中的盼望，他也满有怜悯和恩典，他更是乐意把恩典赏赐给专一寻求他的人。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却要单单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健全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主说，
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还怕吗？求主加添力量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克服害怕的心，加强我们信靠主的心。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在今天这个充满不安的世界里，鼓励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都不要怕，只要信靠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度过万难。主啊，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因为由于你与我们同在同行。谢谢你，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林福田牧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给我们教导和勉励。愿主祝福他和他的家人。十一月在教会举行的主日敬拜聚会，在教会举行的华语主日敬拜聚会将会在29号十一月举行。下个主日和后个主日的主日敬拜仍然在线上进行，我们将会陆续的公布更多在教会敬拜的详情，敬请大家注意。代祷方面，我们每星期三发给大家的代祷事项是盼望大家围坐有需要的肢体来代祷。长青团契，长青团契将在11月25号星期三恢复举行，下个主日将会公布更多的详情。下主日敬拜正道，下个主日敬拜是张子健弟兄为我们正道，主题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经文是取自于103篇。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和时间来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引领着我们今早的敬拜聚会，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主的真实和伟大。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参加主的敬拜聚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